我们承载千万个平凡的梦想和重托。借助互联网的力量，将明星梦的构想化为美好现实。这就是瑜伽，让平凡人的梦想触手可及。2013年9月，瑜伽在深圳成立，历经3年的创新发展，旗下拥有超过20000名网签艺人，年流水超过3亿元，完成 B 轮1亿元融资。瑜伽已成为中国互联网娱乐经济和内容提供商的第一品牌。2013年年度盛典，旗下主播共包揽了15个奖项，其中第一名7位，第二名4位，第三名4位。2014年年度盛典，旗下主播共包揽了20个奖项，其中第一名12位，第二名4位，第三名4位。2015年年度盛典，旗下主播共包揽了23个奖项，其中第一名10位，第二名8位，第三名5位。同年，微博红人节十大人气主播奖项包揽了其中4个在主播秀场，瑜伽稳坐 BAT 班的位置。未来，瑜伽将加大对于艺人招募、培训到推广的投入，助力旗下艺人实现个人 IP 化升级，打造出以艺人为内核的 IP 产品阵型，多出口变现。瑜伽一直坚持做好流量和深度性的内容，探索出新形势下用户的喜好，制作出最优质的内容。从2016年将计划推出9档不同类型的直播综艺，让用户参与其中。快时尚，传递新鲜时尚资讯，分享潮流穿搭方式。好妹妹，国内第一档深度分享彩妆知识直播节目。美发说，一档开启全新视觉篇章的美发造型直播节目。素人大改造，从专业的角度帮助普通人实现整体形象大变身。妆模作样，盘点当季火爆妆容，配合每日生活、派对、海鲜、野餐、办公、互动教学，给出不同妆容解决方案。荷尔蒙不萌，主播和网红美眉体验当下最流行、最时尚、最奇葩的运动。翻身bar明星造型师和主播网友一起聊时尚、聊八卦，犀利毒舌、时尚拆解，把大牌潮流元素转化成生活中的时尚。你是我的眼，一档定制的体验类旅游美食直播节目。大平台，大创想，瑜伽正在启航新梦想。